我知道大家有很多人都很忙，都有自己的责任，都有自己的一些东西要做。不过能不能够说在这么繁忙的这个时间里面看一下到底我们能不能够multitask，我们能不能够在同一个时候做很多样事情，因为这个就是一个领导人必须要具备的一个素质，一种能力，就是能够multitask，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做把每一样事情做好。知道原来这位人真的很有才华，真的需要再给你们自己本身一个掌声。Very good， 好 ，totally above my expectation， very serious， very good，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你们做得很好。相信今天应该是大家都是赢家了，这些奖金是纯粹由我给的，不是公司给的。Ladies and gentlemen, Reway Got Talent First Prize Winner is Team 20。Claudia， 你要幸运抽奖吗？这个幸运抽奖，你的那个箱子在哪里？哦，那个箱子在后。OK， 好，我去。好，那先等 Claudia 拿那个幸运抽奖的摸彩的那个盒子，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给大家。好，我拿出来哦。好，今天我们特别邀请来自台湾我们的一个音乐才子周兴哲。谢谢 Claudia 还有 Ivy， 那今天很开心在这边，然后唱歌给你们听，希望你们喜欢。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两个相爱的人究竟犯什么错，需要爱得如此折磨？以后别做朋友，朋友不能牵手。想爱你的冲动，我只能笑着难过，难
小小惊喜，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谢谢你们对 RV 的付出。1688，恭喜 Amanda 1688新币，1288，哇 1888，恭喜！掌声给这九位荣升经理，2018年。今年有赚一点了，李威，刚刚被 confirm 的，做超过3个月的哈，加多2个月，就是总共3个月。那么做超过半年的，再加2个月，就是5个月；做超过1年的，加3个月，就是6+3，就是9个月；做2年的，就是2年和3年的，再加4个月；4年以上的，就是9个月嘛，5年10个月，就是4年以上的，包括5年、6年、7年的这些人。再加5个月，就是说刚才7年的举手的那些人就有17个月，站起来的这些人是属于在 Outstanding Bonus Award 里面的人，都是25个月的 Bonus。 单单刚才的30位啊，拨出去的 bonus 就已经接近新币200万。那不妨趁这样的一个时间，问问一下，到底我跟他有什么差别？接下来的高层都是从这个房间里面出来的，而我不希望从外面来的，都希望是从这个房间里面脱颖而出的一些人。再一次的给你们自己本身一个掌声，好，感恩你们过去一年对 RV 的贡献，感恩你们的支持，感恩你们的付出。